旧的凯旋门，200年前开挖出来，发现到整个罗马的神殿的古迹，非常非常的历史的讲究。古罗马帝国第一任的皇帝奥古斯都，还有包括他的养父凯撒，就葬在这边，焚化在这边。正前方远远暗暗的地方呢，这边呢就是曾经是罗马皇帝住的地方。所以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文化历史神柱殿，哇！